今天吃嘛呀？吃水煮虾虾，快给朕端上来！激动到模糊，聚焦，给爷聚焦。好了，趁吃虾虾的时间，牢牢上期的鼠鼠争鸣大赛，看了一圈，粉丝评论最多的是煤气罐。考虑到很多人是因为小煤气罐这条视频认识我的，那么以后就干脆叫它煤气罐了。下面是吃播时间。